他会爬山哦，他可以过山壁。哦，那就五分钟左右这样子的外国虾，还有就是泰国虾嘞。他会爬山哦。他会爬山的。他会爬山的，他可以过山壁。那就不一样，小时候还蛮常看。因为他已经没有办法逃了。那就我比赛最晚到这样。你看，监管黑鱼瘦三十位，汤磊瘦三十位，高雄十位，高雄十位，一样，高雄十位，对。会咬人。汤磊会夹人，不会咬人。